留下来，这就是之前的原汁原味的早期红毛港的建筑。然而在过去另外一边漆成白色青墙没有盖屋顶的那一边就是新构建，那是仿以前的房子的一些构造，然后再加一些设计师的一些创意啊在里面，所以待会可以带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走一走。那我现在慢慢的带大家往天空步道。